妈呀，累死我了！哎呀，今晚的月亮是真圆呐！是啊，你看这月光下还有一个大石板子，咱俩在这歇会儿吧。哎，停！啊。温乎了，坐吧。你说咱们俩演完出，你不回台里好好歇着，把我带这儿来干嘛呀？嘉南，嗯，今天是什么日子？8月15，中秋节，它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咱们俩随团演出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真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呀。你别说了，我都想我妈了。接下来。是由非著名相声演员王东东为准著名美女魔术师陈嘉南小姐献上的中秋节特别文艺演出《小魔术浪漫的雪花》。王东东，不是你看，我就是本着露怯变的，对，我就为博你一笑。你呀、啊，要是真想变魔术，以后啊，我手把手的教你啊。行，那我教你说绕口令。好，我嘴对嘴的教。讨厌，真讨厌，太讨厌了。谁整的？妈呀，这是要结婚是咋的呀？就俩人就霍霍成这个样。来，哥们儿，脚抬起来，来，来。哎呀，纸片来来来，纸花，就差纸人纸马了。怎么的？8月15非得当7月15那么过呀？我跑着上坟来了，我。你上不上坟我不管，能不能注意点环境？不好意思啊。我是说相声的，你说，就你变魔术也不能这么霍霍呀！你说谁呢？不是他怎么？你猜对了，那真是个变魔术的呀！啊、哦，练习呢，赶紧上别的地儿练习。不是我不能走啊！为啥？我俩离不了这个环境，因为离开这儿的话，我的小计划就没法实施了。啥计划呀？这不中秋节吗？啊，我俩处对象，就想趁着淡淡的月光。浓浓的乡愁，我这先吃月饼再喝酒，爱情歌曲唱一首，借着酒劲亲一口，下流。不是，那叫定定情。嗯，定情。对，真行啊，环境是，卫生啊，注意点啊。好嘞。哎呦我天儿啊！今晚的月亮是真圆呐。嗯，你看着淡淡的月光。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楠楠，我是不是裹你假牙上了？说什么呢？本姑娘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方方面面可都是纯天然无公害的。那你变一个凉茶领导者金罐加多宝干啥呀？我怕你紧张。哎呦，你太细心了，是这事第一回都紧张。我先喝一口。哎，再喝。这回行了，这回抓现行了。怎么回事？不告你爱护环境，爱护爱护，注意点，注意注意，别霍霍，霍霍霍霍，什么玩意儿？不是不霍霍。那个，我唱歌呢，我这个动作不是表示我潇洒吗？啊，这个动作就表现潇洒。对，行，你唱，你听。哎呦我天，当我不存在。东东，要不我们走吧。哎，我觉得这个气氛我很不喜欢。别下面，你别走，你别走，好不容易来一次这么的，你坐
那个我这回我快点给你唱行不行？我不耽误时间啊，来抱板那么唱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提醒你，人我的爱人，我一人代表我的心，轻轻第一个吻。这又怎么解释？自己悟。就好事多磨，一波三折呗。符合你们说相声三翻四抖的规律吗？那扫地的大哥是不是还得上来一次？关他啥事儿啊？你别说话啊，我就想做个小实验。哎，召唤成功！你什么召不召唤成功的啊？怎么跟你说这瓶啊？这个瓶子是我故意的，我感觉他找你有事儿了。王东东，你、啊、不是姑娘啊？哎，你找我有事儿啊？这咋的了？他唱的不好听是咋的？一瓶一瓶一瓶往外扔水呀、啊？我都不知道他唱的是啥。你怎么能不知道他唱的是啥呢？我在后面我都听着了。你坐，齐秦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吗？哥们儿总卡那一句，轻轻的一。哎呦我的你吓我一拘灵你干啥呢你这人你给我注意点啊注意点素质太差了哎呦我天王东东你今天是不是就想让我个个愣愣的服从你的安排不是佳楠我这没有安排你能不能先把这帽子挪了我看他眼晕啊他是怎么回事呢要不我给你唱个歌啊你爱咋咋地行轻轻的一个一个一个你干哈他没来行我再准备一下轻轻的一个哇哦你到底要干啥哎呦我姑娘你真是魔术师 啊我说咋一瓶一瓶一瓶往外掏水呢、哎、我刚才看了你这里啥都有有昆仑山加多宝六贵府的大珠宝啊哎呦我去太给力了你要是再不走啊这里边能掏出手榴弹来不能吧来来来你给我过来、啊、哎干啥你到底想咋的我咋你还能不能让我把我的初吻献出去了你献不献初吻我不管关键对象这搞的哈埋汰你说谁埋汰呢我挺好挺单纯的一个恋爱我怎么就埋汰了、哎、信不信我给你变没了来变哪去啊你怎么不埋汰谁撇的纸片子谁掏的水瓶子那我撇纸片子为的不是烘托浪漫的气氛我想亲他一下那我掏水瓶子不就是为了矜持一下不让他亲吗没毛病啊人家矜持一下不让你亲老叭叭叭叭叭往上亲啥呀那我都跟他处俩月了我亲他一下不也正常吗也没毛病啊处俩月亲你一下很正常的事儿、啊、我就是一辈子不让他亲他也不能亲呢、啊、说的对呀一辈子不让你亲姑娘不能不让亲呢、啊、我就是觉得今天气氛怪怪的好像被人下套了你怎么能给人下套呢欲速则不达吗那是因为我的热情嘿它就像一把火嘿燃烧了整个沙漠它那这股子热情也太唐突多余支棱八翘那谁唐突多余支棱八翘你问谁呢就你唐突多余支棱八翘呗漂亮这球踢得太意外了闷得我脸麻酥酥的矜持浪漫耍酷没时间证明你有钱任性等等等等难道这些就是你们为了破坏环境找的借口吗人要是浪干什么都慢人要是矜不掏水瓶子也能吃就不能谈一场无噪音无污染纯天然的爱情吗咋谈呢在这儿就能谈呢我们这个公园方方面面的设置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就好像这棵大柳树柳条子为什么这么长方便姑娘往后藏摇摇晃晃影一晃该帅的帅该亮的亮还有这儿这些小石子儿这都是我们隔三差五从水里面捞出来精心摆好的它主要表现了男人的潇洒洒洒洒洒洒洒和女人的扭捏还有这儿支棱八翘的小石头为啥干巴巴的摆在这儿我们不是没有钱修桥我们有的是经费但是我们就不得因为踩着它过河才能体现出同甘共苦的人生路还有这儿这是我们整个公园
最黑暗的地方，也是最受欢迎的地方。每个男孩带女孩来到这儿，都会伸出他的手。这个时候，有80%的女孩会说：“我怕，我怕。”还有20%的女孩会说：“干哈，干哈。”那么，我就想告诉那20%的情侣，你们提速了。还有这个长椅，我们为什么用石头做？因为白天它可以充分地吸收太阳的光和热，现在你可以给它理解成一个小火炕，你可以坐也可以躺，如果短还可以加长。你要的浪漫，你要的矜持，大自然都给你们了，你不会玩啊，慌了。就我按你刚才说的，就纯天然的，我走一圈，我就能争取主动权，跟他么么哒呀。他完全可以逆袭你，真的假的？不信走两步，试试。佳楠，嗯，我觉得咱们俩可以体验一下。哦，你能看着我不？哎呀，佳楠，我都找不着你了。你啥的呀？你要算了，咱俩还回去吧。回去。